嗨，大家下午好。那今天呢是一个美丽的周末。那此刻呢，我在我们的大马车王的豆咖啡业的一个店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都是超级豪车，我们有这辆 Ferrari， 后面呢有 Mustang、Lamborghini， 还有我们的 BMW i8。那我们此刻呢就在他的商店的办公室的前面，各位和我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些豪车。哇哦，你看多么漂亮的一辆 Ferrari， 喂。然后呢，再跟着来，可以看到这辆 Mustang， 就好像我们在看 Transformer 时候的那一辆车。还有呢，我们这个 Lamborghini， 还有呢，就是呢这一辆呢 i8。那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 ，Dato Cavinia 成为我们整个亚洲亚太区第一位接受 One 加密速度货币支付的豪车的车商，让我们为这个利好的消息一起欢呼吧 ！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, OneCoin, you are the best.